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然后我们开始这样这次期末评报。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因为手工车睡过头的经验，或者是看着手表上面的青春一点意思的流失，可是却发现通知早很多到。大家好，我是Chris。我们今天为了要解除上车的一些产品，解决上车的一些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帮我们全新的一个产品困扰介绍给大家。 有了困扰，可以让我们实现的上车睡觉，然后下车又跑又跳的一个礼物。我们产品外形主要是以实现的集合造型来做整个产品的延伸，就是产品外观，我们有多样的颜色的，就是符合不同族群，可以简单的输入就是你现在所在的位置，然后还有你要做的班车的族群。那这边是我们界面的一些图片。使用的族群都会被限制在很会用手机。 节能的概念商品，让全家的人都可以使用。把我们的产品啊 focus 在这个提醒上面，是我们的主要的定位。所以我一开始选择我要监测冷气，因为会显示说我们现在监控的电器是什么，然后使用了多久，然后耗费的度数，也耗费的金额。那在金额这边，我们还多一个小灯泡，去提醒说，如果超过了我们用电预算 的一半的时候，可能变化，跟耗电的过程中，它的噪电可能就会慢慢做一些小的变化，然后耗电机的这边会减少。我们不要用黑白的话，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，就是要碳时代，一个底层的能源上面去的。那怎么融入进去的话呢？那我们会需要一些支柱嘛？那支柱面的话，我们会看到这样。那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碳时代亮氧活动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手环？ 然后大家来做这样全民碳交流的排放，事实上还是有意思的。所以如果你能够节能省电的话，事实上那事实上你的碳就会比较少。那所以可以看到它的用电量，甚至它的碳消费的差距，还有一些福利，还有报税服务这东西都会跟我们结合在一起。那不过讲到报税，还有个好处嘛，就是说那事实上你还会有累积一些 bonus。这些 bonus 事实上我们会给它一些优惠，事实上可以把抗生素在用的东西的时候，会有比较多的优惠。那在 bonus 的话，可以让它换一些日常生活用的。 它这边的资讯就是完全跟那边是对应的。它如果被累积。